干爹，今天有几样新鲜的菜，约了几个熟朋友吃顿饭，你干妈说恐怕三缺一，要你早点来。好，我一会儿就来啊。哎，告诉你呀、啊，我还要带你的干儿子来看你呢。啊，我的干儿子，谁呀？ 啊，是不是张仲良啊？嗯，现在不告诉你。好，再见啊。什么干儿子呀？你不是说的是我吧？不说你说谁呀？嗯。 我不是告诉过你，你要在这里混，就得走他的门路。你马上就要高升做他的私人秘书了。<笑>不送不送不送。干爹。啊。干爹。哦，丽珍，你来了啊。干爹，能。 这就是你的干儿子，我的干儿子，恐怕是我的干女婿吧。嗯，干爹就是这样一个不知道烦恼的人。啊，我要知道烦恼啊，嘿嘿，我不早就该憋死了吗？这位是我新任的私人秘书。 张仲良，也就是我干女儿丽珍小姐的，那么是我的干女婿吧？啊！你不要那样，古人说得好，知女莫若父。 这位是崔经理，是经营汽车业运输界的巨头。<笑>以后还希望你多指教。<笑>请参观，请参观。这啥东西？啊，啥东西？龙虾。 龙虾，这个在重庆啊是难得看到的。那个是啥子？这叫龙虾，你们四川没得。是由飞机运来的吗？谁是从加尔各答飞来的？来来来来来，还有一盘螃蟹。要得，要得，要得。 这是上海最出名的扬州虎剁渣，虎渣蟹也飞到重庆来了。看起来呀，抗战还可以多抗几年喽。你是下乡人，你懂得怎么吃螃蟹，请你去教教我的四川厨子好吧？这个螃蟹真肥呀！这个螃蟹坐飞机啊，上海人有句俗话，剁渣哈乘飞机。 凌空不大将。<笑><笑>
我们可以把这个大花买。 大家是不肯卖力，不肯帮我姓张的这个忙就算了嘛。哎，张先生，您真是冤枉啊！我们连腿都跑断了，你想有谁我们还不想做吗？对呀，好好好。横太最高最高只肯出这个数目，漂亮吗？您看怎么样？呵呵，不行，差得远。 真没看见过，做生意像您张先生这样门槛金的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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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为什么不教导教导我呀？哼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。哎，常言说得好哦，负心女子痴心汉。别胡说了好不好？那么我这一辈子就没有希望了，完了，非要等下一辈子不成了？死开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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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已经到了，你们为什么还不搬出去？先生，您做个好事吧。先生，他们都是些无家可归的难民啊。废话，这个地方司令部要用，叫你们马上就搬出去。来，搬出来了，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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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在救护队的同事，到我办事处来找你。他留下了两封信，说是从你队长转来的，是你的家信。两封信已经走了三年多，而且还是他们在乡下的时候寄出来的，是嫂夫人寄的。不要提这事情。你真是一个非常嫉妒的女人。假如给她知道了，一定要闹大乱。 中粮，你跟老公两个人在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谁的信？我看看。没有什么，很久的了。我看看嘛。真是没有什么呀，还不是乡下人要来信，要借钱。我要看看。这些有什么好看的？你这。 你在找什么鬼？哎呀，张太太，您别误会啊，这确确实实是人家向他借钱的信。啊，你要是欺骗了我，哼，我要是欺骗你，我是个王八蛋。行不行呢？这，哎，请大家注意啊，我提议钟良兄跟李真小姐表演这个。 探戈，唐伯虎，唐伯虎，唐伯虎，好的，好的。
马上要到上海去啊！哦，那当然了，那边有很多重要的事情，等待我去处理呢。我想飞机一通啊，我马上就得飞上海。那么好，现在这边所有的东西都立刻已经跌得不可收拾了，上海这个码头在刚刚收复的时候，一定大有可为呀。最好我能跟您走一趟。哎，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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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么我呢？你慢一步吧。 女人不会马上有飞机位子的。嗯，这七八年来，在这个鬼地方把我已经苦够了，我也要走。我负责，随后总替你想办法就是了嘛。不，哎呀，你何必现在这么着急呢？那么我们马上就要准备一切了。看样子啊，他们又得打一架。 让我先去捞他一票，你来享清福，这还不好啊？不，事实上你现在马上是走不了啊，而且结束这儿的事情，也必须你自己来料理。要是你不反对的话，今天晚上我就打个电报给你表姐，我一到了上海，就住在她家里头。哼，你的如意算盘倒打得不错。那么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？ 我有一件事不放心。什么事情不放心呢，我的太太？我不看着你在上海那样的花花世界。哎呀，我的太太，我现在是个事业家，我又不是个拆白党。我要是到上海胡来的话，上有天下有地，让我从飞机上头摔下来。哎呀，谁要你讨厌？ 到了，先给我买几件大衣，料子要好的。当然了呀，我张某人做事情还会有错？谁不说我张某人从来就是一个
太太的忠实的信徒啊。不要只听骨头了，好不好？你看你又来了，你。外面大家都在说，日本鬼子真的投降了，就要和平了。那么说是真的啦？许多人都在偷偷的讲呢。听说有人偷听到无线电播音，是吗？哎呀，谢天谢地呀、啊！要是真的能够和平就好了。是啊。他妈的，真没有想到这么快！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来了，来了。啊，快点快点，还有柜子里的。郭奶奶，怎么你要走了？是，我要找温经理。我问你，外面的风声很紧，我在上海的仇人又太多，我想我还是先逃到乡下去躲过一个时候再说。你看怎么样？你有什么怎么办？天都塌下来了，你的保镖对我还有什么用处？什么什么什么？那几个佣人都在稀里糊涂，我看都不是好东西。他妈的，全让他们给我混蛋！谁呀、啊？电报。好。什么什么？是一个电报。重庆来的。哦，张仲良要陪潘浩公飞上海，哎，我们好好招待他一下，也许可以替我们想想办法。是啊。谁呀、啊？开门，开门呐！等等，哎，走走走，走走走走，文静，对不起。走。投降了。鬼子投降了，不再打仗了，我这双脚也就有了劲儿了，我一走就走出来。妈，您坐。恐怕仲良还不知道我们住在这儿吧？我们记得部队转那么多信，邮件应该收到吧？可是他一直没有来信呐。内地寄上海的信，怕是寄不到。外面很多人都没收到信呢，回头我到从前住的地方门口贴个条子，那么他无论怎么样也不会找不到我们了。你穿你爸爸的衣服干什么？我是爸爸，刚刚坐飞机回来，你们好吗？好孩子，等爸爸回来了，我们也就不要再受苦了。
温太太，您不认识我了吧？大夫，自从接到你们的信件电报，我已经到这儿来欢迎过你们三次了。那真是太对不起你了。大夫，你发福了吗？哦，对了，以后我应该叫您做表姐喽。可不是嘛，我们早已经是亲戚了。以后要常常来打搅你们了。你瞧你为什么这么客气呢？大家都是一家人嘛。仲良啊，仲良，你还住在？我住在温经理家里面去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何文艳女士，就是丽珍的表姐。这位是大兴贸易公司的胖浩公先生。胖浩公先生，休养休养。温太太，温经理好啊？还好，谢谢您。胖浩老。没有没有，小姐，你还记得八年以前我曾经到你这里捐过一次棉背心吧？想不到今天我住到府上来了。请还请不来呢。真的。哎呀，你看你真的醉了。你去睡吧。小姐，我真喝醉了。人生难得几回醉哦。这个样呢。
你还要叫我去请律师？那你为什么不叫那种不要脸的女人去给你请律师？他妈的，你这个，你不想想老子当年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呢、啊？你真是太不讲理了吗？你这样不讲理的女人，你呀、啊、就等着枪毙，要不然就在这儿住上一辈子。呸呸！不许不许，抓不许抓，抓得抓。哦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跑得我好苦啊！庞后老到底是有办法，你看，只要他一句话，就把所有老温存款的户头名字通通改过了。No。啊，好了，现在我放心了，啊、什么东西都是我们的了。所有贵重的东西都在这里头了，放在什么地方好呢？交给我好了吗？好的，放在我这儿绝对保险。可是丽珍要到上海来了，怎么办呢？手段要那么毒辣。又有一个老而不死的庞浩公，他的干爹做他的靠山，我拿他真是没办法呀。好了好了，傻瓜，还说这几个干什么呢？我当然不能让你为难的，她是你的抗战夫人，那我就做你的秘密夫人好了。怎么？给忠良的信没寄出去，寄不出去了，为什么？我去一问，邮费涨了九倍。涨了九倍呀、啊？是，所以寄不出去了，要寄还差一半的钱呢。想不到我们连封信都寄不起了。张嫂子，不是我来逼你，你也得替我来想想啊！你们已经有两个月没有付过租钱，难道说我也不要付给大房东吗？对不起，这都怪我们穷的不好。你不要看这个赛台楼，现在房子那样缺，我要是顶出去，最少可以支半根大金条呢。可是给你们贩子，连几个房钱都付不出，真对不起。我一定想法子尽快给您送过来。这样的话，我已经听够了。妈，你们吃吧。妈。你怎么不吃啊？是啊，你也吃点吧。哦不，我刚才在外面吃过点东西了。我想来想去，还是去帮人吧。帮人？可是，哎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您不要难过，要是人家知道我们张家的媳妇去帮人，将来忠良回来了有什么脸见人？我想过了，我不说姓张。妈，我找到了人家，再回来告诉您。哎，您来了！哎，您有什么账户吗？走走走。先生，我这样吗？姚大姐，不要。先生，我吃好吗？你就是太瘦点儿。
哎，二爷，公馆里有的是吃剩的菜饭，要长胖可不容易。我看他的样子倒是挺合适的，那么就是他去吧。好了，就是你。谢谢你。哎，太太起来了吗？刚刚起来。拿到后边去。晚上。哼，酒鬼。到楼上见太太去。太太，娘姨来了。太太，太太，您看看。这是太太。太太，你是哪儿人呢？本地人。你的丈夫呢？在乡下。你婆家姓什么呢？姓刘。那么以后就叫你刘嫂好了。你管洗洗衣裳，有空的时候就帮厨房的忙。好的，到这儿来做娘姨就得守这儿的规矩，要紧的不许多管闲事，知道吗？我知道的。就让他住在厨房边上好了。好的，去吧。哎，这些琐琐碎碎的事情都要找到我，真讨厌。哎呀，你再睡会儿嘛。不早了，我也该起来了。陈东，要不然那也真烦。从前那几个佣人老是在背地里鬼头鬼脑嘀嘀咕咕的，真把我给气死了。谁让你自己不规矩啊？啊！哎呦，假正经，你这样算是规矩啊？当然喽。这些衣服洗了都要烫的，晓得了。我们来接过你有十次以上喽！真的？哎呀，哎呀，表姐，你比八年以前长得更漂亮了呢。哪儿啊，老了。忠良，你看表姐是不是比八年以前更漂亮了？哎，是的，表姐比八年以前更漂亮了。是啊，妹夫是嘴上说，说我已经是个老太婆了，说我哪有表妹漂亮呢？忠良啊！哎，忠良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哎，我听说你现在出进都坐汽车，乱说，往洋房里有好几座，现在金条发了不少了，大概屋子登科了吧？胡说胡说的，我现在比不了你了。哪里哪里，还来得及来得及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何文艳女士，是我的表姐。崔经理，谢谢。走了，对不起，我先走了，你先走，我住在百乐门，待会来看你们啊。对吧？别难过啊！哎，上海还是跟从前一样的热闹嘛，电视、电视。
分是表面上看不出来罢了。十二点钟以后还是要戒严呢。十二点钟要戒严，那多没趣味呀！哦。中午的金匠和美钞不晓得怎么样？喂，哎，卖包卖包。小赵停下！小赵停下！哎，停下！哎呀，小赵，你哪来？我看到你哪来了？啊！表姐老早就给我们预备好了，你看一切多么舒服，多么整齐啊！真是好极了，简直是太好了！我们幸亏有这么一位好姐姐，要不然我们真要住马路边上了。哪里呀、啊？大家还不是都是自己人嘛！只要你们不嫌弃我，讨厌我这个做姐姐的，这儿所有的还不都像你自己的一样吗？哎呀，表姐，别再说那些傻话了，赶快告诉我还有什么好玩的。啊，对了，明天是双十节。上海要举行大庆祝，一定非常热闹的。我们这儿也等着你来参加鸡尾酒会呢。哦，那我总算来的是时候啊，简直巧极了。啊，对了，我去叫他们给你预备点点心啊。又要表姐麻烦了。那有什么呢？啊，你们要什么，请领好了啊。好的。这是现在上海最时髦的样子了，尺寸都是按照你寄来的，怎么样啊？啊，嗯，不错。但是大一嘛，就有罚钱制度，我办事情总算不错吧？错是不错，不过你自己的大衣西装也做得不少啊。哎呀，我的好太太，我如果穿得太憋屈了，你的脸上也并不光彩。啊、哼，说得那么好听，倒不如说你自己爱漂亮。哎呀，话不是这样说法呀，我们总算上等人了吧？上海这个地方，你衣服穿得稍微差一点，你就走不出大门呢。好了好了，别说这个了。来，坐下来。我要问你一句话，你可要老老实实的告诉我。什么？你到上海来了之后，没有胡搞吧？哎呀，这真是天晓得呀。我到这儿来了以后，你看看这些事情，每天忙得我焦头烂额。我可以发誓啊，谁还要你老来这一套啊？哎呀，我上飞机的时候重庆正在下大雨，你看弄得一塌糊涂，快叫他们去洗洗吧。鬼头鬼脑看什么？慢着，拿去洗洗的。昨天洗的衣服都烫好了。嗯，你好好的用水把干净啊。好的。哎呀，真肉麻死了！
现在他从前的老婆也来了，看他们该怎么办呢？恐怕要打破粗罐子了。哎呀，老实说啊，他们都是妖孽。哎，请大家注意，我们庞董事长有言论要发表。诸位兄弟，现在有一个小小的建议，小小的建议。今天是双十节，是我们的国庆日，也就是上海正式庆祝最后胜利的好日子。太高兴了，太高兴了。我现在提议，我们大家应该为了庆祝最后的胜利，干一杯呀！来，干一杯呀！诸位，我提议，为我们公司的劳苦功高而又年高德重的庞董事长浩工老先生干一杯！啊，大家干啥？诸位，我还有一个提议，我提议为我们的既聪明又贤惠、既漂亮而又好客的女主人何文艳小姐干一杯。好，诸位这样的赏脸，我真是太不敢当了。可是我也有一个提议，提议请大家为我的表妹跟我表妹夫他们夫妇俩这样的恩爱干一杯。好，他们两个真是一对恩爱的夫妻啊。干一杯，干一杯。好，大师傅，我婆婆跟孩子都没有饭吃，连这点冷饭送给我好吗？好的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哎，这个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看来。
晚睡也要受凉的，起来。快点回家去吧啊！这包冷饭跟猪骨头带回去跟奶奶煮了吃啊！啊，吃饭啊！刘嫂，刘嫂，来喽！回去吧啊！哎呀，这么多白米饭呢，还有肉骨头，我们好久没吃到肉了啊。嗯，真香啊，你闻闻。好香啊。香。哎呀，你受凉了吗？你饿了吧？奶奶马上给你煮碗热饭汤吃。把这根骨头放下去一块熬，好吧？好的好的。这两根大的嘛留着。明儿个我到小菜场旁边去捡点菜叶子来，放在一块儿熬，就好吃好几天了。我都快胀死了。上海到底是上海呀？哼，看你的样子，真有点乐不思蜀喽。跟谁跳过舞没有？说呀，说呀。没有啊，真的没跟谁跳过舞，那么好人。我的话你不相信，你问表姐好喽。他简直像个乡巴佬，比谁都老实。妹妹你放心好了。是不是啊？摆在这儿。来来来，请大家吃水果。那给你们俩成对成双啊。表姐真爱说笑话呀。这是笑话吗？表演一个唐国舞。好了好了，哎，来来来，你们俩表演一个，难得大家今天这么高兴。好了好了，你真是个宝贝。好，我是宝贝，我请不动你了啊。胖好了啊，你凭良心说，大家难得复原到上海来，他们俩应不应该表演一个给咱们大家乐乐？乐乐，应该应该应该。好，庞克老既然赞成通过了，那么就请您发表发表喽。我，诸位，
诸位，啊，像今天晚上这个难得的盛会呀，哎，难得的盛会，是应该有个精彩的余兴，哎，余兴，哎，大家不能没有余兴啊。哎，老兄啊，相声我唱不来呀，啊，还是让我唱独角戏吧。哎呀，好了，你真是个宝贝。相爷，您睡了吧。没错。大家都知道的，王丽珍小姐啊，原来就是一个舞蹈的专家呀，而她的先生呢，不用说了，张仲良老弟呀，也是出名的跳舞选手啊。啊，对呀。他们两口啊，就是在闺房里呀，也是天天的蹦跶蹦跶，所以他们的武艺啊，就越来的越高明了嘛。好啊，好，现在就请张仲良老弟跟他的夫人王丽珍小姐给我们表演探戈舞。慢着，慢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，你在干什么你？我，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，是不是生病啊？我没有病。他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说，你快说呀！我倒要问你，你为什么要丢我的脸？为什么要摔我的东西了啊？你才来了两天，我究竟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？你倒是说呀！啊，他是你什么人？他跟你有过什么关系？说呀！他是我的，哼，好啊，忠良，我倒要看看你耍些什么鬼把戏。他是你的？他是你的什么？你说，你快点说嘛！你说，说呀！他是我的丈夫。什么？他是你的丈夫？你是在发神经病吗？你这，我没有神经病。哼，那么你是想要敲诈他点钱是不是？我不懂。你不懂？别跟他多讲，把他拖出去。你这，你为什么要拦着我？你，来来来，把他扶到后面去。起来起来。慢慢点慢点。哎，你脑子清醒一点，清醒一点。张仲良到底是你什么人呢？哎，你可不能随便诬赖好人哦。我不诬赖人，仲良是我的丈夫。我们结婚已经十年，我们的孩子也已经九岁了。哦，表姐啊，我要杀人，我要杀人呐！啊！王小姐，丽珍呢？王小姐，罢了，我看你，还有伤口。哎呀，真要命！丽小姐。素芬，你到底要我怎么办呢？没有怎么样。我以为你们早已经死了。死了，
芬，苏芬，钟良，钟良，不，你不要走，我害怕呀。这不行啊，这。你就不知道我心里多难受吗？不行啊，不行啊，这样会闹出事情来的呀。怎么出事情？你难道就不怕我也出事情吗？哎呀，我的母亲怎么样？我也没问她，我一定要去追她。你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可不得了！就都来，都来，都来！怎么样了？都来，都来！丽珍哭得晕过去了，就得赶紧照相了吧？那你赶紧去接张姐回来呀。她回来了。什么事情？什么事情啊？赶紧上去吧！她哭得晕过去，我不管了。怎么行啊？那怎么可以呢？苏亮，苏亮，你怎么还不上去？天哪，这叫我怎么办？简直要我的命啊！李珍，醒一醒，醒一醒啊！干爹，我后悔没有听你的话，我终于受骗了。我要你替我做主，替我出这口气，要不然我就不想再活下去了。我，你答应我，你答应我吗？好，好。王丽珍不是好惹的，我要杀人，我要杀人。快要戒严了，我们走喽。啊，对了，快要戒严了。啊，丽珍。你好好的歇歇吧。哦，明天晚上我请客，一定要来呀。别生气。你们好好的招呼你们小姐。是。您放心好丽珍，我不是人，我不是人，我是畜生，我是狗，饶了我吧，丽珍呐！四分，但愿我们永远同甘苦，共患难，生生世世都是这样的好，生生世世都能这样幸福。丽珍呐，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你要什么，我通通答应，全都给你。那么你那个小箱子到底给我不给我？我当然给你，钥匙全在这儿了。好了好了哈。还有，你到底跟那个下流胚子的女人到底离婚不离婚？这还用说吗？这个，这还用说吗？你舍得吗？这有什么舍不得呢？这个，你马上跟他离婚吗？当然马上离婚了。你懂个咒！我要是不跟他马上离婚，不得好死。
叔叔跟婉华阿姨照的，这上头写的是什么啊？写的有妈妈、哥哥、嫂嫂，还有我，看来还有我不认识了。咦，他们两个好像很要好的。是啊，他们好像已经成亲了啊。奶奶，成亲是什么？成亲呐、啊。成亲就是结婚呐！啊，我怎么？这个阿姨我不认识。你看见她的时候，你还在吃奶呢，自然不认识喽。她跟你叔叔啊一块儿在乡下教书，后来呀、啊、给鬼子逼到山上去打游击去了。他们从小就挺要好的，要是真的结婚了，那多好哦！叔叔笑嘻嘻，阿姨也笑嘻嘻。他们一定是结婚了。你也懂了。妈，哦，你回来了。妈，叔叔有信来，还有照片。哦，怎么，你是不是有点不大舒服啊？不，我昨天晚上睡得太晚了一点。哦，你看看他们是不是已经结婚了啊？结婚了，是结婚了，是结婚了。你看看信上说些什么。给我。亲爱的妈妈，还有嫂嫂抗儿，我们在离开家乡4周年的那天正式结婚了。妈，嫂嫂抗儿，你们知道这消息一定很高兴的是吗？那还不高兴吗？要是你爷爷在世的时候，那就更高兴了。他还说什么？我们没有辜负哥哥和大家的希望，为着国家民族的利益，我们始终在最艰苦困难的情形之下和敌人作战，我们牺牲了许多同乡。老校长不幸也已经阵亡了。啊，是不是老校长也去世了？是的。我们听见胜利的消息的时候都高兴地哭了。妈，我们已经苦了8年了，我们希望就能团聚，一起过着太平安乐的日子。哎，谁不这么想哦。我们现在还是在教书，学生男的女的，老的小的全有。妈，您不是愿不认识字吗？您将来也可以跟抗儿一起在这儿念书。是真的吗？叔叔还贡献我们吧。我们空下来就自己耕地种菜，还养了1条牛4只羊，另外还养了很多鸡鸭，所以绝不愁没有法子生活。哥哥不晓得回到了上海没有，我们都十分挂念他和在为他祝福。像哥哥那样的孝顺妈妈跟那样的爱嫂子跟抗儿，抗战一结束想必早已经回神了。妈，妈，妈！这么大的孩子也真是的，他要是早点到上海嘛，我们就用不着这么吃苦了。不，妈，他早已经到上海了。什么？他早已经到上海了？那么他是找不着我们？不。他根本不想找我们，他已经把我们忘了。你这话是怎么说的？你说，你说，你在哪见到他的？妈，妈，爸爸真的到上海了。他到上海1个多月了，他在重庆已经娶了另外一个女人。到上海以后又跟我们那个女东家勾搭上，他变了，
他不知把我们忘了，而且恨不得我们都已经死。妈，妈，我可怜的孩子啊！不，不会的。忠良是我亲生的孩子，是我一手抚养他长大的。我的孩子从小就是那么忠厚，那么善良，他绝不会是这样的人呢。孩子，我们的命为什么这样苦啊？好，那么他在什么地方？走走走，你带我一块去找他去。您看见了就明白了，可是您不要太难过呀。妈，我也去。哎，天底下会有这样的事情？我不相信。走吧，走吧。你让他们上来了没有？他们在底下等着。你去跟他们说，我马上就来。李振，李振。妈，忠良，妈，您坐。坐下呀，妈。我本来马上就要来找你们的，这是抗生吧？是啊，是抗生啊。已经这么大了。康儿，来，这就是你天天想着的爸爸呀。康生，来。忠良，你是不是想丢了淑芬母子？你是不是已经把我们忘了啊？妈，话不是这样说呀。怪是怪这几年来消息不通，而且从乡下到内地来的人都说爸爸已经去世，你们也都已经，我心里头真是难过极了。算了，不必说了，我全明白了。要能像你说的那样全都死光，那比你活着还要好一点。我倒要问你，你为什么要丢了淑芬母子？淑芬是个贤惠的媳妇儿，在这八年里头，你一共才寄回来几百块钱，全靠他替你养活你的妈，替你养活那么一点点大的孩子。他受尽了千辛万苦，可是他从没有一句怨言。他总算对得起你了，他总算没有辜负你什么吧？
可是你现在已经翻脸不相认了，要丢掉他，这是什么话？这是什么道理啊？就说你的孩子吧，也没有什么对不起你呀、啊。他常常饿着肚子，冒着大风大雨到街上去卖包啊。有机会，差一点就让汽车给撞死了。像他这样一个可怜的好孩子，你也忍心救了他，叫他一辈子做没有爸爸的孤儿吗？好啊，你哭了，你错了是不是？你为什么不跟你的太太谈谈心呢？混账！你忘了你早上说的话了呀，妹妹，你何必？你说你决心跟他离婚的，你现在为什么不说？你为什么不说呀？你已经欺骗我四年了，你还想再欺骗我吗？我有我的难处，我不能说我立刻就……你放屁！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，哭得多伤心呢、啊！你以为我是死人没听见吗？你后悔了是不是？你这个混蛋！妹妹，你可以不可以？妈，妈。我打死你这个狗东西！你以为你是什么英雄吗？老实告诉你，你当初只是一个臭钱都不值的穷叫花子。我倒要问你，你这群财富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？从什么地方来的？你现在后悔了？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！哎呀，怎么打人？怎么打人呢？妹妹，你好好啊！不，妹妹，不行的，这样要出事情的，我害怕的呀。我是什么人呢？有时我一个人担待，你怕什么？老实说，有他就没有我。除了你有天大的本事敢杀了我，那么我告诉你，你这一辈子就休想再接近这种不要脸的贱骨头的女佣人。啊啊！什么叫不要脸？啊，什么叫贱骨头的女佣人？难道说佣人就不是人做的吗？你说话怎么这么没有分寸呢？你，我没跟你说话，你少开口。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呢？你，好啊。你讲理，你现在都帮助他们来欺负我来了，哦，我现在就看出你的没有良心了，这只怪我王丽珍瞎了眼睛，把你这个畜生当作人看待。我，你既然看我不顺眼，我就死给你看了。妹妹，妈妈，宋娘，你要是这样，还不如先让我先死给你看妹妹，妹妹，不要这样啊，好了，你听我说呀，你别这样，你。别那样，哎呀，怎么样？忠良，你们娘这样，妈，别这样，妈，妹妹，妈，你到哪儿去？妈，你到哪儿去？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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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？妈，妈，这儿来干什么？妈，妈，妈，不要再看见什么，也不要再听见什么。妈，我们回去。回去，哦，不，哦，孩子，干嘛？你要学乖，要听奶奶的话呀。将来不要学你的爸爸。要学你叔叔，知道吗？妈，你说这个干什么？我怕。康儿，妈从昨天到现在还没有吃过东西，去给妈买个大饼来。妈。我还没有吃过东西啊，我有钱，我去买啊，我到那边买去啊。妈，你怎么了？好，你去吧。
不得了了，有人跳江了，有人跳江了，快救人呐！快救人！跳江了！跳江了！跳江了！真的有人跳江了！快点！什么？真的吗？真的，他写了字。写什么？我看。奶奶，康儿长大了，要他学叔叔的为人处事。奶奶，您保重。惜素芬绝笔。你爸在什么地方跳下去的？快点带我去。哎，造孽。闹出人命案子来了吗？这怎么办呢？我害怕死了，他们还都不知道，我去告诉他们去。哎，真是太惨了。先生，可怜他是太贤惠了，现在丢下我们老的老，小的小，可怎么办呢？他妈的，这个年头好人不长寿，坏人活千年。你们下来吧。下去干什么？我们又不是孝子。可怜啊，妈，我们指望你回来了，一家子可以过太平安逸的日子，想不到现在变成了一场梦啊，一场那么惨的梦。人命关天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他自己找死，我们又没碰他一根汗毛。我怕忠良从此就变了心。他敢，哼，只要干爹一句话，立刻就要他的狗命。你爸爸给鬼子在大树上吊死了，死的时候多么惨啊，一村子的人全哭了。现在淑芬又被你们逼死了，你快跟喇叭催他回来。好。可怜的是我们还没有死啊，我们还活着，活着在受着无穷无尽的罪。天哪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妈，